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带大家来看一下爱鱼坊现在店里面的库存。啊，首先先介绍这一缸，这一缸里面有20公分的大鱼，像这一只白的大21，然后还有这一只黑的是21。那这整个都是 NK 的红雀尾泰丝，它尾巴相当的飘逸，然后相当的梦幻，然后越看越陶醉，越舒服，非常适合下班之后在家里放松。然后再下来这一缸，这个是这一次新进的泰蓝，大概11到13公分，这是客人精挑的预定的。这一批是上次进来的小尾兽，再过来是这一次新进的泰蓝，然后一样是这次新进来的泰蓝，这个都大概12、13，这次还有鹿子斑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上上礼拜进来的 NK 的泰丝，有的小小就有孔雀尾了，它这是三色的，这个也是三色的。它的特色就是整体的张力非常好，所以平常都是保持这样90度张开的，很漂亮。那这一缸也是，这一缸比较大一点，像这么小的鱼，我们大概一天是2到3仓在做喂食，然后每天换水，这样它大得比较快。所以每次来看，客人都说这批又是新的吗？以为又是新进的，没有，这个一样是同一批。然后麒麟，颜色还对比蛮强烈的，跟其他家的渔场的麒麟比起来，它的颜色比较重，然后感觉黑色也比较黑。这是新的泰蓝，刚这一缸里面有老爹兽这一只，下巴很厚，这我们叫做老爹兽。这一缸是也是新进的泰蓝，整缸是红的，很漂亮，背鳍啊，然后整个头柳的饱满程度都相当好，然后颜色也相当的红。这一缸库存的也是蓝兽，这一缸比较平价，比较一般一点的。然后里面红白的泰蓝是 NK 渔场的，我这个都养可以养得很大，现在大概14到16。然后便宜的短尾狮，便宜好养。上面是13、14的大陆牛筋，驼峰啊，各种表现应该有的都有，剩这2、4、6、7，剩这7只，然后再过来这边一样是 NK 的泰丝。